Hello everyone， 我是 Mini， 欢迎回到多益小便当。我们每周呢都会在这边一起快乐学英文，所以要记得随时 follow 我们哦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：The warehouse staff blank the contents of the container since 9 o'clock this morning. 选项 A have been checking, B were checked, C are checking, D checked。看到这个我自己都有点害怕，又有 been 又有 has 又有 ing 又有 ed， 怎么办？那这一题的中文意思呢，它是那名仓储的人员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一直在检查货柜的内容物。这边呢 container 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容器的意思，那 contain 就是包含，那这个字非常常出现，大家可以稍微背一下。那这边它这一题其实在考 since 自从的这个用法。那其实啊，常常看到自从的时候，它的动词常常会用 have, has 加上过去分词 ved， 或者是 have, has been 加上现在分词 ving。 我们用两个小小的例句来做说明。 My health has improved since I started to exercise。 那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健康已经在我开始运动的时候就改善了，自从我开始运动健康就改善的意思。那第二个句子呢，就是 My health has been improving since I start exercising。 那这一句的意思就变成是，我的健康持续的一直在进步，自从我开始了运动这件事。 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例句呢，它是 started to exercise， 它是用过去的形式，因为它代表已经完成。那第二个呢 has been improving 跟 I start exercising， 它用现在式就代表这一个事情它正在进行，我还正在运动，正在进步当中。 OK， 所以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句子，我们来看一下选项，哪一个选项最符合呢？又要有 have has，然后呢又要有 ing 或 ed， 诶，很明显的答案就选择 A。 所以整个句子就变成 The warehouse staff have been checking the contents of the container since 9 o'clock this morning。 OK， 那这一题的文法稍微用例句再去思考看看，自己想办法造两个句子试试看，你们就可以更了解咯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然后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 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